这个凤梨大不大？大。这个凤梨贵不贵？不贵不贵。看一下，这个就是我们海南的金钻凤梨，在我们这里啊，真的很便宜。但是啊，一旦被那些坏人收走啊，到你们手上都得十几块一斤。今年我们就自己卖，还有便宜卖。喜欢吃啊，来我直播间，都是这样的好品质。